什么，我们通通把它变成英文文章咯。这次新书《精进英文阅读力》，要让孩子学会60个国中小必学英文文法。书中一共有13篇主题短文，与7到12岁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并且每一篇文章都有4到5个文法重点整理。英文文法学习绝对不枯燥死板，像是以最近孩子们都很爱玩的 Brawl Star 手游做文章主题，并说明相关文法在文章中的使用方式，再来提供例句应用。例如这一篇的第一个文法重点 Direct 疑问词为首的疑问句，通常就是两种类型，疑问词加动词加主词，或是疑问词加助动词加主词加原形动词。但是呢，一旦 WH 问句前面还有其他动词，疑问句内的主词和动词或是助动词就要颠倒过来，这样听句子的人只要听到疑问词跟主词，就知道重点是什么，而该回答什么了。所以 What is Brawl Stars 就应该改成Do you know what Brawl Star is? 是不是非常清楚明了啊？当然不止如此，书中文体模拟真实会考形式，包含短文、对话、故事、诗篇、广告各类文体，超级多元，符合国中会考英文阅读文章形态，让孩子通通都能在这本书里练习到，超前部署。这本书还有搭配好笑无厘头的漫画，让同学们轻松学文法，吸收知识零压力，并且贴心提供全书短文朗读音档，练好文法的同时也能够一起把听力锻炼起来，最适合国小到国中孩子们的文法教学书。爸爸妈妈们赶快把这本书带回家，让孩子们轻轻松松一次学完国中小必学的所有文法吧。